各位时光音乐人，在今晚的方文山作品音乐会里，大家将通过完成歌词挑战，优先演唱方文山老师的词作品，品味方式歌词美学的魅力，一起回忆彼此的音乐时光。接下来率先答对两首甜蜜歌词挑战的时光音乐人即可演唱方文山词作品，请听方言念歌词并回答歌名。你们就是不想让 Henry 先唱，对不对？又是歌词还是方言？方言 OK， 我要是跟你讲方言，你应该一句都听不懂，是不是？没关系啊，你就跟我讲啊。嗯、哦，真的是五个都可以接。我都听得懂了。我讲的是湖南话。你湖南话，我讲的是河南话了。我听懂了，我真的真的听得懂了。你河南话。哎，阿杜，咱嘛来讲啊，咱嘛来讲，咱讲伊嘛听无啊，对不？咱讲啥伊听无，咱家己听有啊。好啊，那家己讲好啊。你们讲什么？快点说下广东话。广东话。广东话。好啊，好啊。你姐你好吗？好啊，好啊。哎呀，我去，开始吧。请听第一题。在里爱爱爱不匀，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云边。Show me love, love, love tonight。哎，我知道。请梁颖琪回答。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吗？是不是？爱表家的赢啊！不是《对你爱不完》吗？《对你爱不完》是吗？回答正确。恭喜梁颖琪获得一瓶简醇。对你爱爱爱不完。我真的有怀疑自己啊！真的吗？你太坏了，二比二才会。So love love tonight， 我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请听下一题。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我听不明啊，你听不明啊？我很轻易，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爱上你，从你天起，甜蜜的很轻易。咦，这是河南话嘞？我不知道这啥话。请方文山作答。等一下哈，我知道什么歌。是你写的什么？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歌。五、四、周同学的歌。三、周同学的歌。你这样子。答错了。方文山老师竟然猜不出这首歌。等一下，我知道，告白气球。恭喜回答正确。哦，对，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哎，那我可以选中一个，对不对？我来送给他好了，他都没有分数，送给我。